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吉祥，我是纽约道场有灵，今天要为大家朗读幸运大师在人间万事的不可能。世间万事有可能的，也有不可能的。当初佛陀成道时，几乎为此问题而想要即刻涅槃，因为佛陀发现自己所证悟的道理与世间众生所认知的完全相违。佛陀认为真如佛性是真的，但众生认为是假的。众生认为荣华富贵是真的，但佛陀认为那是虚幻的。佛陀有感于自己证悟的佛法不能与世人相欺，不如早早涅槃的好，索性第四天请佛陀体念大众。所以佛陀还是住世49年，说法300余会。总说世间法有可能的，也有不可能的。此略书不可能的如下：一，一步登天不可能。佛教讲，成佛要经过菩萨51阶位的修行，如汉也要经过4禅8定，慢慢修成四果罗汉，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不可少福德因缘。所以世间事总要一步一脚印，妄想一步登天那是不可能的。二，幻想成真不可能。有人说梦想可以成真，梦本来是虚幻的，但是有梦想就有心愿，就有动力，所以在虚幻世界之外另有真实的心力存在。因此梦想可以成真，但是幻想就不是如此了。幻想是虚幻不实的事，既是虚幻哪有实体，所以幻想成真不可能。三，无因之果不可能。世间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，离不开因果关系。所谓果从因生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没有经过努力播种的因，哪能有收成的果？所以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无因之果是不可能的。四，无中生有不可能。在佛教的义理里，真空生妙有，甚至有一空力，世代理成，这都是合理的说法。但在一般世间法里，本来没有的东西突然冒出来，除非是变魔术，否则没有因缘，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。五，肉体不坏不可能。经常听到佛教界说，哪位高僧大德圆寂后肉身不坏，肉身真能不坏吗？肉身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必然会有尘住坏空，身住一灭，所以常保肉身不坏，若非僵尸，就是木乃伊，或是经过特殊处理，当然也有可能保存一段时间。但基本上，佛法里没有肉身不坏的道理。六，怒发冲冠不可能。在《满江红》里，岳飞尽忠报国，他以怒发冲冠来表达内心对敌人的愤怒。怒发冲冠从文学的角度赏析是可以的，如李白的
秋浦歌，游白发三千丈，缘愁是个长。但事实上，入法冲冠是不可能的，这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。七，真常不变不可能。佛教讲真常唯心，那是出世间法。世间法里，沧海桑田，物换形移，世界分分秒秒都在变。所以除了法身之外，世间法没有真常不变的东西。八，人生不死不可能。在无为法里，生死只是一种循环，生命的本体是不死的。不过从相上看，人生了要死，死了要生，有生必有死，生死是自然的，要求人生不死是不可能的。总之，佛法讲究因果，有因缘才有结果。就如不经过大智鸿儒的千锤百炼，哪能成金成玉？因此，凡事不能心存侥幸，更不要妄想不劳而获。有了耕耘，才有收成，这是最浅显易懂的因果道理。以上是大师提供给我们不可能的八个重点，让我们了解凡事都要符合因果，做事要脚踏实地，真实不虚。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。感动佛祖的慈悲，感动父母的家世，感动朋友的帮助，感动众人的成就，感动亲像月亮照暗路，感动亲像春风去欢乐，感动弯路不加一步，感动佛国净土。感动，予阮的人生有了光彩；有了感动，予阮的心生得到净化；有了感动，予阮的人生有了光彩；有了感动，予阮的心生得到净化。心跳跳
让真心放在爱的船上，随波自由自在的飘荡。也许遇上狂风和巨浪，仍点一盏灯指引你靠岸，就让每道月光照亮你心房，温暖每个孤寂的夜晚，在这坚强的信仰可以飞越梦想的海洋。我愿就像简单，我愿就像风一样，吹拂你的喜怒哀愁与孤单，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。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就让真心放在爱的船上，随波自由自在的飘荡。也许遇上狂风和巨浪，仍点一盏灯指引你靠岸。就让每道月光照亮你心房，温暖每个孤寂的夜晚，在这坚强的信仰可以飞越梦想的海洋。我愿就像风一样，带你飞越幸福满满的海洋，让爱延续一阵一阵，温暖不间断。我愿就像风一样，吹拂你的喜怒哀愁与孤单，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。我愿就像风一样，带你飞越幸福满满的海洋，让爱延续一阵一阵，温暖不间断。我愿就像风一样，吹拂你的喜怒哀愁与孤单，让你的希望勇敢飞翔。